好，谢谢主持啊。那个，好，谢谢各位，谢谢主席。我今天的演讲呢，应该说是一波三折。一开始是在爱的情面答应，因为都熟人还是剧，然后呢就是感觉要放假了。我原以为这个讲话大概讲10分钟就行，突然没想到每天要讲30分钟，那只能解说搞出来。第三个呢，我想讲，我是讲到篮子里都是菜，因为是信息渠道与国家治理这么大的题目，要准确的表达也很困难，我只能讲我自己比较熟悉这个部分。就跟大家所熟悉的那样，中国很早便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实行郡县，它不实行封建。那么这在世界历史上它也是很奇特的，尤其在清朝，有这么大的管辖区域，有这么多统治人口，朝廷的命令是特意贯彻到地方，一到清末。文武官员说撤就撤，一纸命令就行，没有一位新任官员是需要带兵继任的。那么我说这个国家秩序应该来讲是在历朝历代都是非常好，能保持这种国家秩序的关键当然是信息渠道。从清代而言的话，这种信息渠道呢，最主要的表现为就是一开始旦夕。清代呢是政治上接近明代的，一旦系统比明代是有差的，最重要的有两条改。第一条呢，一旦系统的所有的开支是国家财政支出，这跟明代不一样。第二个是清代的疆域，也是大大的大于明代，所以新增了很多预算。那我们根据清从业的情况，也就是乾隆朝的情况，那么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有驿站是953处，每年需要预拨经费牛3400万两，这是一个很大数目。3400万两相当于每年的财政收入的7%。预拨宁是讲是先预拨的，每年实际开支呢要到第二年进行报销。这个呢是列了一张表，这个表呢是比较复杂，所以呢不停的数字太多。那么这样一个系统，清政府有专门管理机构和官员的。在中央呢是兵部的车驾清理司，车驾清理司主要业务是驿站，但还管马车。在各省都有一巡道，一巡道基本上坚持。在驿站比较多的州县，甚至在驿城，我们可以说清代的驿站系统是18世纪以上世界上最宏大的官办运输系统。这么说呢，就是讲它的规模，讲它的人员，讲它资金，对吧？实际上18世纪世界上有很多庞大的事业型地方。但他没有这样官办的这个是交通系统。一旦系统当中的最主要的部分当然是驿道。驿道比较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商道合一的。所以呢驿道建设也比较容易，主要是注定是官道官邸不得侵占。那么到了是山区呢，驿道叫专门建设。所以呢在是现在我们很多山区，在广东江西的交界处，在福建贵州。还有很多驿站留下来，驿道留下来，现在变成是国家级单位。清代的驿站系统最大的开支是养马，整个系统当中一共有5万匹马，这是非常大数量，而这些马主要来源的地方是国外。驿马呢，因为是任务很重，那个道路呢也很难走，而且呢，因为它规定每天10件的4件。特别重要就是南方的炎热天气，南方炎热天气呢成为一个驿马的杀手，所以每年的驿马的倒闭数量很大，需要补充。补充数字来讲的话，规定了20%到70%，最多的地方每年补充驿马是每年倒闭数量是70%，是贵州。所以说，贵州可以看到它当时的道路是之难，也可以看到它是气候也非常棒。清代的驿站呢，执行的任务呢，主要是两项。
一项呢是官员交通，官员交通呢就是官员上任、结任和执行公务，可以使用这个系统。那大家上任的时候就由一而行，可以利用这个系统去上任。第二个系统呢，工作呢主要公文传递，那是驿站当中最为繁重、最为重要的工作。现在规定呢是公文传递的速度，比如说朝廷谕旨是一般加急的，就是在特别加急的日本。有的人说驿站还是有军队，军队是这样，是经过驿道，因为军队数量太大，主要是由当地政府负责，驿站政府说是辅助性的。我们可以说清代的驿站从客观情况来讲应该是执行的相当，尤其是乾隆。乾隆朝以后呢，虽然出现问题，因为问题主要就是官员使用驿站的有问题，但在公文传输上面，乾隆朝以后也没有问题，也是很高效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太平军。太平天国是起来以后打散了广西、湖南、湖北的许多地方。曾国藩率湘军出征，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拿下武昌，控制武功江。他说这些地方如果被太平军占了以后，南北清朝南北之间的文报就会断了。如果南方能接不到北方的文报，就会造成南中国的恐慌。这就是说是国家秩序是要靠信息系统频道来维持。太平天国是收了很多省，也占领南京很多地方，但是清代的文报系统驿站一直没有换，所以说呢，也是清朝可以后来可以获胜的原因。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日和去，清代的中央政府的文报系统还在运作，中央政府分成两部分呢，它后来也是能维持。这也是我们讲的国家秩序。那这么大的系统，它本身又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清代的一种驿站系统呢是不开放的，人民是无法使用，这个费用实在太高。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幻想，清政府搞了这么多银子，花这么多钱来建设这个驿站系统，那这官僚体制当中肯定搞不好。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免费，要钱。你不要钱来讲的话，国家肯定想接受这个费用，不能够钱花太多。官员们就想揩油，想利用驿站来自己搞点运输啊，或者自己虽然有各种各样制度规定，而且规定如果违规违制可以有严厉的处罚，但是问题总是很多，效率也越来越低。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系统能不能商业化，能不能开放给人民使用。与同样一个问题还是运河，驿站每年要花300万，运河每年要花多少？真是假的，也是要花几百万，这条运河能不能商业化管理？所以说呢，在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资本大规模资本主义的方式，也不知道西方的管理方法，既然很多国家开运河都赚钱，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开了运河是每年亏不知道是多少钱，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来讲的话，就是讲到是通商口岸。鸦片战争以后呢，是中国大门打开了，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呢是通商口岸的建立。通商口岸呢是建立在沿江沿海地区。第二个是当时的技术革命。蒸汽动力的铁制轮船取代了风帆动力的木制轮船。因为大量的货物通过通商口岸进口，大量的人口进入通商口岸经商打工。这下是在沿海沿江地区，上海、天津、汉口、厦门、九江都成了新型的商业。通商口岸呢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成分和社会结构，大量的货物呢和人口呢就开始远程流动，这在以前是非常小非常小。我们都讲过，原来的民信局就起，中国传统中国是交通条件限制的，流口流动非常小。我们说三年一次的乡试和会试，是试子们全省性流动和全国性流动。运输货物的相对规模是比较小，运输
规模比较小，而且运输的商队主要是接力式，主要是接力式，对不对？官员是自治以后也回家居住。通商口岸和轮船改变中国情况，人就开始远程流动了。原来的民信局就很快发展起，沿江地方。从现在研究来看的话，这民信局到了19世纪80年代，一共多达1000多个，对吧？经营形式也多多样。民信局在明代就有，但是它呢一直发展。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外国游客。外国游客进入到中国，所以那时候呢，就我们称为它客游。在清朝这个时候呢，也开始办理游证。清朝办理，对不起，我这个 PPT 漏了一页，也办理游证，但是这个游证呢，由于当时的时候没有经验，就委托给总税务司各自来办。那大清邮政建立起来以后呢，中国又进入到铁路建设的一个高峰期，这也是技术革命之一，对不对？我们那时候知道是在19世纪1794年开始到1916年，大概在18年间，中国的清代的铁路网基本建立起，对不对？基本上建立起。这铁路主要在中国北方的内陆地，它跟天津、青岛、大连等是港口之间。在南方呢，开始各个中商口岸和非中商口岸都开始通行轮船，尤其是小轮船。小轮船已经是密布到是各个是乡镇地区去，所以大兴的邮政呢，也可以利用的火车和轮船来发展它进行业务。这就是还有一项技术革命，就是有线电报。我们知道是丹麦资本的大白电报公司接通了海参崴、长崎到上海，上海到厦门到香港的海底电缆。电报呢是可以通过南线和北线连接到欧洲及连接到世界。在西方压力下呢，清朝也开始架设电报线。这电报线呢，我们就说的是三大干线，天津到上海的陆路电报线。然后呢是镇江到汉口的长江电报线，然后呢是上海到广州的陆路电报线，所以途经的地方非常多。这三大电报线呢，跟大北电报公司和大东电报公司接通了。到了后来，天津到北京的电报线也终于接通了。从此之后呢，到清末，大概一共是架设的电线一共是5万公里，有局所呢503所。在清朝的版图里边，除了西宁半市大城辖区以外，基本上所有地方都通电报。这个时候电报呢是采用的是官督商办的系统。我们知道邮政是收费，电报也是收费。那么是官督商办来讲的话，当时的股票卖得非常好。所以电报股票呢在资本市场上来讲的话是信用很好，随时可以抵押，增值也很快。很多官员也去买电报买了股票。所以呢是在整个中部地区商办电报呢就基本上全部是占领。在商办电报以外还有是官办电报线。官报电报线主要用军事，它主要是设置在内地。官报电报线呢是对民众是开放的，对官电人也是收费的。所以呢官报电报线也是有利的。那么到了是清末的时候呢，清朝就准备把电报收归国有。到了1908年的时候呢，邮传部呢就说是每180元就溢价 80%， 把商股全部收回来，所以电报呢就归了官办。那么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到清末是有两个系统。第一个是驿道和驿马为基础的驿站系统。第二个就是以轮船和电报为基础的通信电报系统。后者是技术革命的系统。快速、舒适、有效率。那么我们说原来那个系统是用国家财政全额支付的驿站系统，清的是商业投资而建立的民信局、电报局，以后再去消化了以后，
或者是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不存钱不赚钱。第三个是原有的驿站系统是官方专用，新的系统是开放给人们使用。后一个系统是有效的促进了清末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所以我们讲，从技术条件、经营方式、社会效益，后者都有优势。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系统两者比较的话，新系统肯定会带来优势。最初就是表现为官员上任结论执行公务，这不再使用驿站系统。驿站系统来讲的话，一个是不舒服，坐驿马坐驿车，而且是服务坏，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不再去使用驿站。一上任结论的时候，比如说江西的官员，他们是从到天津坐船到上海，然后再坐江轮到九江，九江再坐小轮一直到南方，也是如此。他们坐船，这是什么声音？对，这个是湖南也是，后来有了火车以后，这个官员肯定不会再去使用驿站系统。第二个是电奏电子系统，我们说过是1791年的时候，乾隆皇帝用600里加急发出谕旨，六天以后霍康安在兰州可以收到，当时出于奇迹，100年以后清廷的谕旨可以当天或者次日到达绝大多数城市。我李鸿章到了英国去，他曾经在英国的电报局做试验，他跟上海电报通电，当时打了招呼13分钟，上海回电7分钟，他是有线电报一接接传力。到了1998年的时候，中旅衙门把电报线已经接到衙各类电报房，所以这时候呢，原来的各地的使馆电奏都开始发到中旅衙门转奏，朝廷来讲的话，电子也是中旅衙门下发。到了晚清时，最重要的文报都是用电报。还有一个就是官员的之间的书信件和电报大量增加，过去只有一条线，大家都要使用驿站。现在这个时候，各地官员与京官、各地官员之间，他们的电报和通信数量非常非常多，所以变成一个多线性的信息渠道。我们讲兼听者明，这个时候中央对地方是应该说是相当了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书信都存在，对不对？那反过来说是各地对中央的了解增加更加多。我们说那个时候，大家到清末的时候，天不高皇帝不远，没有说是信息可以的工具，最后的驿站系统消亡，重要的电报是文报是用电报的，例行的文报速度是越来越慢，最主要是这个经费啊有点补充在，地主也就不太在意，特别是马基本上都不动。到了民国以后呢，这个系统就消失了，钱没了。所以我们说在原有的系统当中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北京。新的系统起来以后跟着多中心了，北京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不是最大的一个，最大中心在上海。对多中心的信息渠道呢，是信息多元，传播速度也更快，对整个国家秩序来说呢是有利，我认为是至少帮助清朝维持最后三个年。我这么说是有道理。最简单一点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中央没了，什么都出现了，到了太原马上就出现了，好，整个清朝就围住守住了，然后是李鸿章就可以再次回到北京去跟外国谈判，这都靠这个系统。那么我最后讲一下金生，这个前面讲的两点的话，都是无论是驿站系统也好，电报系统也好，我刚才讲的都是关系，现在是民间怎么样能获获政府方面的信息。当时最重要的还是纸报，那个宋代已经形成相应的制度，明清两代都继承了。吴桐和日记也讲过，他是花了钱买了80年前的朝报，他说阶段烂，吴桐和他就认为他这个朝报就是王安石那时候断烂朝报制度。但是清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底报的商业性非常大，
虽然有官派的，但有民间印刷，官人和名人你都可以去订阅，到时候可以派到送到你家里，很多人将你保存。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除了是按日印刷的时候，还有以按月编纂的玉制会集，以年来变成的玉制录要、邸报、玉制会成、玉制录要都是商业性，这是相当于政府公报的那商业性印刷出版。它能出就说明这个信息市场，有人购买才是，对不对？官人和名人都可以用购买的方法来获得呢政府方面的信息，这个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对吧？我这里重点讲一下晋升录。晋升录呢是民间出版的全国官衙官员的人民史，我平时都在用，最多使用的就是光绪24年，因为我在研究戊戌变法，他的书记吧，他叫龙禄堂刊刻，他说自己的地址呢在琉璃厂东福路南，一共有四本，第一本是京官啊东北啊，第二本是直隶啊华东啊河南啊第三本呢就是西南啊不是浙江，第四本呢四川广东广西云贵川啊，还有一个就是分发，就是那些没有正式到任的都不欢迎。那么京官部分来讲的话，他是开的所有的京官全部人员的名，包括了额外司员和候补官员。那我们说兵部是管驿站的，他就简单介绍了他的执掌，开的六部堂官，他的你一般很少有人把这个人的权限开清楚，你在这上面看了很清楚，兵部尚书部纲议是头平顶戴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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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般的人还断不开，而且它里面很多还省略句，它说明质量，也说明籍贯，说他出生的是翻译生源。下面兵部里面讲堂主是司务厅五选经理司、车驾经理司、职方经理司、五部经理司、马管的官员呢，正式官员一共是52人，这52人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出身都有的，比如说车驾经理司的郎中张行鹤，字是右渡，湖南华容人，癸卯科进士，对不对？然后在隶书是兵厅司77个人，姓名籍贯出身，对不对？然后是比如说那个兵厅司叫来存，什么什么人，生源出身，在隶书是额外司员候补主事162个人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比如说主事党庆魁，字月桥，广西北流人，丙戌年。丙戊年进士，对不对？最后才列出了各省的堂官、兵部差官34个人，兵部官员一共347个人，是吏员和衙役没列入，就说明了他是很清楚，对不对？对当时的官员和民众来讲，你通过这个马上就要了解兵部所有的官员，对不对？当然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党庆魁，党庆魁当了是12年，候补12年还没补上官缺。可见当时补官之难，对不对？再来我们再来看地方官部分，也是以湖南省为例，他讲了巡抚啊等等的，然后开立了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两府道、堂法严保道，还有他的属官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和出身。再往下的话就是各道各府，比如常德府，他就标明的是充繁南要缺，这官呢要请示的，有疆界、疆域、学校、土产。然后是府一级的所有的人，就是列出了知府、水利同知、补学教授和训导、补经理和司仪司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出生、补学日期，对不对？我这里讲的就是经理司，他是一个属官，对不对？他已经补了2年了，对不对？最低级知县，我这里举个桃源县人，他标明是充南繁的要缺，他有疆界、岁额、养年，还说明了他这里有3个驿站，叫桃源站、郑家站、新店站，对不对？例如说知县，县行教育、新店巡检、典史、郑家站巡检，巡检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比如说典史是一个不入流的，他叫老以成，是江西东乡人，监生出身，元年8月补。他在这个地方做典史已经做了24年。那么晋升录是非常详细开设的，清朝全部职官，大学士到下面就从就读的巡检，
包括后补官员。清代内抄当中对这个里面有个解释，对不对？他又讲到了这个东西啊，有专门的书，要去受全函，对吧？也有精神函，全录，对不对？相当于什么东西？他就像是柳立场男子铺中人，就立兵二部之犀利，详察党色，会编而成，有据的祭司，对不对？他也讲过是什么呢？岁数四百，分春夏秋冬四季。他也讲到是最初的版权是归吏部的书吏某某人专有，是乾隆年间的时候，和珅当国的时候，他花数千金去贿赂和珅，禁止别人发行，九二九是为男子供孝忧，最初叫龙禄斋，后来又改为禄的改。这个呢，《拜官野史》说法呢不完全准确，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非常非常多，大概是可以追到清初，但是可以清楚到说是个商家的信息来源。商家的信息来源是吏部、兵部的西吏，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两个部的西吏就可以掌握全国的文武官员全部信息，那也就说明国家秩序非常良好。最下的小官都在吏部和兵部的西吏当中掌握之中，用数千金去贿赂的话，说明这个商业性的出版物的利润相当高，对不对？男子不孝忧的话，真的是确实看到很多。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进馆，我一看，还是什么东西？它是，我的感觉像西方的早期的电话号码，对不对？清华大学把它出版，一共有206册，对不对？出版。我自己感觉近代史所，如果再去补补的话，还可以再补一点，对不对？那么就提出个问题来了。这些都是商行书，谁去买？为什么去？特别是晋升路一年出四季，一季要出一百，这说明了官员的流动性，也说明这个市场需求非常强。人们可以从底报这类的印刷品，或是政策面方面的信息，也可以用晋升路去获取官员任职的信息，至少就可以利用一下同乡关系的功能。因为它数量非常非常大，以当时的世界来讲，清政府的信息的公开性还算是大。好，时间也到了，我再最后说一句，就是我讲的三项内容呢，都是我每天在使用的材料。一个呢是清代的官方档案，那就你可以看到它是电报什么的。第二个书信和电报，这有官方的，也有私人的，这也都是清代中后期才有，清代早期根本找不到那么。第三呢是晋升路官方的名字，我比较。那这个题目本身包含的内容相当大，就是信息渠道和国家秩序。所包含的内容根本不是这三项，而且可能三项很多。除了第一项是非常重要的，后两项来讲的话，这是最重要的，我也很清楚。清后期的诸多的信息渠道当中最重要的，尤其是在国家秩序当中早期的中心，所以李伯仲教授上次讲的粮食安全、雨水粮价、仓储粮、赈灾、治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清朝当时世界各国的情况，这里面存在严重，俄国、法国、英国已经是世界性殖民地，后期的还有日本。所以对外部世界的信息的获取，他们获取我们获取非常高，这就不是涉及到是国家秩序，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全。清朝的首都两次被外国的军队击破。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出了所谓天高皇帝不远，那这个正是这个在清朝的信息传播的一个状况。我们这一场呢也跟前场一样，是先让三位主讲人报告完之后呢，我们再请三位评论人。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在直播间的这个500位这个听众，可以在我们的信息栏留信息，等一下呢我会帮助各位呢这个提问给主讲人。好，所以下一位呢，我们就请南开大学的这个江佩老师。江佩老师为我们谈的是传播技术、工商业与五四运动的空间转换。那我们现在请江佩老师，请。好，谢谢主持人。我现在分享一下这个屏幕啊，能看到吗？可以了吗？那我怎么看不见？非常感谢啊，这个有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呢，一个学习的心得。我这个题目正好跟毛海建老师的题目正好可以接上啊，因为他刚才也讲了这个晚清的这个新的工业技术和传媒技术的这个进入。等一下，我看我这个共享在哪里？看到，但是我怎么看？好，比例不太对。我这每次弄的挺好的。好，其实我的这个题目呢，好了吗？好了吗？好，其实我这个题目呢，其实也是起源于我们前几年开会呢，和王金成老师啊，还有其他几个老师呢一起聊天，然后呢我们就讨论到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现代的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呢，为什么是从五四开始啊？我记得当时我们讨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王清老师曾经后来就讲说，这个近二十世纪前后，中国呢有三次，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对外这个关系中的一个损失的这样三次事件。那么第一次是甲午战争，第二次是八国联军这个庚子事变，第三次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后的这样一个山东问题。那么从损失的程度来讲，甲午战争最大，这个庚子事变次之，1918年这个山东问题呢，其实只是山东的胶州半岛山东半岛如何归还中国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从损失来讲，应该说是就是说递减是吧？这样一个损失渐小，但是呢，这个损失的这个渐小的背后，抗疫呢反而这个呈现出一个渐强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这个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所以说呢，这个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一直以来呢也是有所思考就是为什么不是1895，不是1900，而是1919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我们经过一些思考呢我是这样理解的也就是说恰恰是在二十世纪初传媒技术的一个革命性的展开它对这个时期信息的传播以及民族主义的奠定可以说是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发挥了一个重要作用。那么在农业社会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基于自然力的这种交通方式它不可能因为成本比较高，人们不可能这个成规模远距离高效率的交流，所以家族家庭自然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地方主义家族意识浓厚也是很正常，所以区域间的文化认同以及民族国家意识呢难于凝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那么尽管这个因为种种原因晚清的现代化进程呢比较缓慢，
但是晚清的七十年毕竟做了很多的努力刚才毛老师有一些数据也是非常详细。那么电报、轮船、铁路、电话等等工业技术的引入，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传媒网络。空间的压缩导致人物信息的传递延伸南北，覆盖了这个东中部。所以当1911年这个大清逝去的时候，其实它给民国留下了一份很丰厚的技术产业技术遗产。那么实际上民国也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向前发展。恰恰是这样一些新的因素导致了五四运动它成为可能那么这里边我就简单的举一些例子比如电报那么到1910年我们大概也将近有5万多公里另外无线电也在扩展中。那么电报技术的应用不仅仅是连通了世界信息可以长距离快速的传输通讯社开始建立，报刊的稿源充足，那么直接改变了近代新闻采集和传播的方式这是当时铺设有线电报的照片这是20年代那个电报那个交通部的电报局的这样一个工作其实电报传输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是在导致不同区域的人群可以接受同一的信息也让人大家感受到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这种共存感但另外一方面信息的多元化包括这个弱者的这个声音的发声也渐渐的导致区域性的政治和思维权威的瓦解以及大众文化的发生另外这个时期近代的这个印刷机开始引入中国。那么报刊和书籍的批量印刷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知识的廉价复制以及快速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那么大批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在民众获取知识的这样一个公平民主的这样一种方面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老式的这种印刷机老式的印刷机。那么近代印刷机的应用它带来了信息网络的这样一个颠覆性的变革。那么通过信息统一性、重复性的传播本国的语言快速扩张，思想得以量化生产。也就是说广大的人口地域中庞大的人口通过信息的这种凝聚渐渐的有这样一种文化整体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个印刷术呢是民族主义的建筑师是这样一种思考这样一种思考。另外呢有了电报有了印刷那么这个时期的交通我就不展开了轮船业铁路。那么实际上它连通了东中部主要的港口，那么为邮政呢也展开了一个可能性这是当时的一些照片能够看到我们当时虽然交通非常的简陋但是毕竟它是在展开那么邮政呢也是在这个时期在这样一个技术的基础上这个应用而生。那么天津的海关书信馆现在一般认为是近代事业诞生的标志包括这个租界的邮政邮局的开办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到1919年全国各地邮局交办报纸6000多万件20年增加要8000多万件当然和今年相比这个是数量没法比但是毕竟是一个那个年代的一种这个快速增长。那么有了电报有了印刷机，有了交通，有了邮政，那么这些信息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网络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信息网络。但是它如果形成一种观念，形成一种思潮它其实是需要一个信息的一种接收点或者爆发点是需要这样一个点的，并不是说这个传播开就一定能够形成一种社会思潮那么这个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新式学堂新式学堂。那么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1905年非科举以后，新式的学堂和大中学校逐步的兴起经过一段的努力，那么到1917年大家可以看到近代教育体系出城那么全国有大学84所，
在校生19000多人啊，当然这个数量和今天相比没法比了，是吧？基本上很多大一点的学校的数量都比这个数大啊。那么那个时候平均每个学校235人啊，中学呢平均109人，这个规模还是很小啊。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点，那么一个现代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它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基本的基础。那么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大家也能够看到啊，其实像这个下面这张图，这是建国大业上这个为了显示这种宣传或者规模吧，是吧？一个电影毕竟需要一种声势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模。但是上面这两张图是当时这个北京的学生上街游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规模显然是人数并没有那么多啊，并没有那么多，是吧？那么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个技术基础啊，有了一个思想这个活跃的一个增长点之后，其实它能不能生发成一种思潮，能不能产生于一种社会运动的这样一种功效啊，其实在中国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政治控制的这样一个强弱的问题。那么大家也知道，辛亥革命以后啊，帝制推翻，共和建立，为了参加这个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啊，当时政党林立，社团分歧，报刊繁荣，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政治的宽松和此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啊，应该说它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密不可分的关系啊。那么有了这样一些诸多的因素，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啊。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信息传递的网络已经和传统社会也有了很大的差别。另外呢，社会的流动开始加快，社会结构在不断的变化，区域之间人们同质性增。那么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说为什么梁启超他们引入的这个民族主义概念民主义观念在这个时候得以增长。其实和这样一个技术基础和思潮的基础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也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能够理解为什么是在20世纪初20世纪10年代才会有五四式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这样一个缘故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讨论具体的五四其实因为有了信息技术巴黎和会的信息才能够迅速的从巴黎跨越洲际到达北京。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技术的传播按照刚才毛瓦坚老师讲我们的这个意蕴加急600里，那我们也不可能派到欧洲去，是吧？所以这样的信息能不能到达北京，能不能掀起一场运动那显然是没有缺乏了最基本的前提。是吧？那么这个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一战结束，中国的政治动荡以及西方和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剧增，那么民族危机呢，其实在这时候是很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基础思想基础。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是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无力应对这个一个新的工业化时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新文化大量的涌入。那么这些舆论和思潮的形成，它都是以现代信息传递的方式来进行的。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洲际之间的这种信息传递那么为参加和会我们这个北京政府当时做了积极的准备。这个我就不多讲，大家去看那个唐启华老师的那本书我觉得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有关五四运动期间北京政府和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围绕着这个和会所做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目前我这个 PPT 上这四本书呢基本上我个人觉得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家如果有可能就去读一读，这样我就不再讲具体的，我也讲不了，讲不如他们讲的好这是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开会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在巴黎和会期间其实巴黎的信息在通过
这个电报啊，在巴黎和北京之间啊进行传递啊。当然，会议的信息最早是在上层之间。那么4月24号之前啊，中国代表团争取的是直接归还。4月24号之后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是间接归还啊。那么到5月6号对德草约公布，其实就标明了中国外交的失败，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梁启超啊，他受徐世昌这个所命到欧洲游说各国啊，同时也为代表团谋划。那么在这期间，他几次把电报啊，用电报的形式把巴黎和会的信息啊传回来啊，传回来啊，其实把山东问题呢就归罪于段祺瑞手下的这几个办外交的曹鹭章等人。特别是4月24号梁启超给国民外交协会的这个电报啊，就是希望政府国民拒签合约。然后林长民呢就据此撰写了一个概论啊，就是类似于这个社论，在晨报上发表啊。这个大家就看唐老师的书就应该很明白啊。那么此后呢，在林长民的推动下，北京的学生就酝酿啊，发动这个抗议。而且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因为种种的原因啊，安抚系和皖系的诸多政敌啊，比如直系，比如西南军阀，比如南方的国民党等等，他们在这样一个巴黎和会失败的这样一个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削弱北京政府声誉的好时机啊，好时机。所以在后边啊，都在这个进行这个推动啊，都在进行推动。所以说呢，其实这场运动啊，表面上啊是一场伟大的爱国的运动，它的目的当然也是这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参与运动的这个人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诉求啊，他的运动的这个背后的力量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当时专门跑这个内部政治新闻的这个记者吴求，他曾经啊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耐人寻味。他说学生心地光明，一片赤诚，但是他们不知道背后的政治内幕，是吧？所以他点出了徐世昌，点出了林长民啊等等这些人，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啊。这也是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历史上啊，其实两种力量吧，是吧？这张图呢是当我们的一些画家啊画的五四运动的这样一个图。这里边有些内容我就不细讲啊，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明的啊。那么暗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大使馆啊，他们向日本政府报告啊，直系的冯国璋啊曾经支持北京学生40万学运经费。那么这个就代表着一种暗的力量啊，暗的力量，是吧？所以说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助推五四学潮发展的是明暗两种力量。那么两种力量都借助这种现代的这个传媒技术和人员的快速流动来推动这个运动向前发展啊。那么运动从巴黎转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心。那么到6月初5月底6月初的时候，北京政府开始下决心这个镇压学生的时候，包括6月初学生被大逮捕以后啊，那么运动的中心开始由北向南啊，由北向南。那么上海和北京之间就发生了运动中心的交替啊。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实5月份整个的信息啊并不是只在北京，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啊沿着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传播渠道向可能的方向啊在不断的传递。那么上海当然是一个这个不可缺少的地方，是吧？另外呢，当时的铁路啊 ,33 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啊，那么学生呢也可以南下宣传，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其实民族主义的情感啊在无声的啊成长啊，无声的成长，是吧？北京政府呢这个时候也发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下令各地的电报局不准收发学生罢课电报啊。但是比如像天津啊，他就可以跑到英租界啊，英租界的电报局我政府管不了，说他们照样把信息可以发出去。那么另外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弱国，其实好像我们在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中似乎对日本毫无办法，所以民众其实当时只是认为抵制日货可能是我们配合政治的一个
似乎是一个唯一有效的一个手段，是吧？那么运动在从北京转到上海的时候，当进入这个工商业城市的时候，经济结构决定了上海的这个抵抗抵制运动、抗议运动，它一定是以罢工和罢市的特色来呈现。那么有一个研究包括我们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恽代英、瞿秋白他们的材料表明，1926年上海工人的群体 80% 实际上是掌握在当时的帮派和一些同乡会的手里。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是吧？那么上海的工人要想罢工，一定要得到帮派的同意。那问题是帮派为什么要参加罢工，对吧？它是阶级属性，它是爱国情怀，或者是什么目的，是吧？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链条图其实工人为什么要参与罢工，是吧？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资金和帮派的控制那么这个是由工头和同乡会的头目从中来主持。那么他们为什么可以，是因为有人给他们捐款，这个钱从哪儿来？从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的钱从哪儿来？也是捐款，是和日商经营产品相仿的华商他们来捐资。大家知道抵制日货，这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很多产品基本上和日本进入中国的商品大概产品类同。所以说呢，如果通过抵制日货，通过让日本这个工厂停工，那么市场的份额就可以由华商来进入，是吧？所以这样一个利益链条，我觉得是当时上海推动工人罢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但是这些东西好像并不在表面上讲那么表面上当然我们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旗帜那是爱国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来进行的。那么运动中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我也就不多讲其实比如说申报的这些广告南洋兄弟下的公司生产的香烟那牌子就叫爱国，是吧？那你爱国吧，你要爱国好了，抽我的香烟，是吧？表达你的爱国心，是吧？甚至这个当时的微波龙丸大灯广告警告热血青年要补血爱国等等。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当年这个陈达先生做的一个统计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涉及到政治诉求的1919年的全国的罢工次数66次，上海就有57次，加上松江县两次，那就59次就占了绝大多数，其他地方的这个次数很少。这个和我们传统的似乎大家感觉这个三罢遍及全国的这种观感是有很大差异。那么这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上海的工人当时占全国的 47%， 上海的工厂占全国一半以上那个规模和我们今天是没办法相比。所以上海的罢工能够形成规模另外我们刚才讲商人他具有强大的这个利益驱动力所以并不是全国的罢工都有，是吧？当然上海的罢工兴起以后，把运动推向了南方，在长江流域在这个云贵川西南军阀所在地方他们也是反对这个北京政府，那么这个运动呢就发展得很快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凡是支持学生的或者说反对皖系的这些地方，学生的运动这个罢市都得到了支持。那么像安徽那么他支持皖系，那么安徽的运动呢规模就很小这个和政治上的压力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那么另外在这个期间各方面北京和各方面，那么有一个不断的政治博弈，这个博弈基本上是用电报来进行的那么双方的这个你来我往这个我想我就不多讲包括营救学生各个方面都在通过电报的方式向北京政府施压。那么段祺瑞这个当时应该说是幕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么他在5月24号
也表达了他的这个意见啊，一方面赞扬学生，另外一方面就认为学生被人愚弄，另外他认为是吧，如果不签约，那对中国整个的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另外围绕着签约啊，其实亚洲和欧洲之间啊，那么这种信息呢也在不断的反馈啊，我们前面也讲了，从巴黎和会期间，北京和巴黎之间啊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信息的往来啊。那么另外国内啊，在五月份以后，四月份五月份以后，各方势力也在通电巴黎啊，向代表团施压啊，向代表团施压。那么政府和代表团围绕着签约的态度变化啊，我们在唐启华老师他们的书里边啊，都梳理的非常清楚啊。那么这些东西都完全是通过电报啊来进行的啊，来进行的。其实邓野先生呢，他的研究里边，我觉得也谈到了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就是过去这种对外合约基本上都是中央政府来决定。那么这一次呢，因为巴黎信息在国内的传递，产生了一个全民研讨的局面。这个一般摆到全民的视野之下啊，情感、道德和利益就纠缠在一起了，所以中央政府的选择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制约。啊，受到了非常大的制约。另外呢，这个当时驻兵湖南衡阳的吴佩孚，他仅仅是一个师长，但是他通过电报啊，一再强调要把国家的利益置于派系利益之上，他树立他这个革命将军的形象，是吧？那么同时，他的政治影响力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这个扩张啊，进一步的扩张。这张图当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但是大家看，基本上五四运动沿着最主要的铁路线在扩展啊，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地方也是当年进行这个交通的这个结果啊。那么最后这个结语我们也看到，其实当年的美国驻华公使瑞恩师包括在巴黎和会日本代表团次席大使牧野伸显，他们都通过五四运动认识到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个高涨啊。所以说呢我的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说，传媒技术呢奠定了五四爆发的一个必要前提，民族情感从中推动，政治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从中这个兴风作浪，是吧？那么学潮呢扩大为三霸以后这个利益的选择和民众的压力对代表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啊。那么最后的拒签合约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啊。那么从洲际的传递洲际间信息传递，运动中心的南北更替，政治势力跨越空间的电报站直到国内政局对于签约影响，是吧？我们看看都建立在一个传媒技术的基础上啊。所以五四运动呢是一场以传媒技术为基础，融合国际因素、国内政争、民族主义高扬工商群体登台的一场历史大戏它也是一个现代中国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一个新起点这是我简单的报告谢谢大家。一方面连接了上面毛海健老师所说的清代帝国信息传播那个脉络，也就是说把晚清跟民国连接在一起。那其中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他指出了近代这个民族意识的这个形成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机制的，而那个机制呢就是一个讯息的一个传播，而这个讯息传播呢不只是在国内，而且呢牵涉到这个一个全球的一个脉络，而这个就让我们带进了一个全球史的一个视野。我们第三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其生老师，他就是要跟我们谈一谈在一个全球的视野之内，讯息传播带来给中国带来一个近代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王老师给我们报告的题目是联络技术与权力机制，莫斯科与中共。我们请王其生老师。好，有关莫斯科，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的研究呢，学术界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讨。那么我今天要谈的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小问题，这个小问题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坊
的主题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联络技术跟权力机制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莫斯科与中共革命。那当然我讲的这个时间呢，大致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这个莫斯科这个只是一个代称了，因为这个时期的一个意义上来讲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共产国际，一个是苏俄政府。那么共产国际呢，这跟苏俄政府之间的关系又很这个密不可分，因为很长时间里面呢，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掌控在苏俄的手上。那么所以我那个今天那个我不会去仔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基本上是以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主要的试点。刚才两位呢，很多都谈到了这个现代的技术的进步对国家秩序、国家治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这样一种推进。那么我们谈的这一个，我在谈这个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的时候，当然这一块也会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块呢，可能过去学术界关注的并不多。我想先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这个权力的关系、权力的机制。共产国际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啊？去年呢，就是2019年呢，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年。我们知道去年也是五四运动的100年，但是呢，去年学术界的这个纪念几乎都集中在五四运动的纪念上，很少有人去纪念共产国际的这个成立100年。但是呢，其实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这100年中国的历史的发展，到底是五四运动的影响更大呢，还是共产国际的影响更大呢？这个很难去做一个详细的比较。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还是在共产国际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延长线上。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尽管共产国际在1943年就解散了。那么共产国际这个组织的特点，我们学国际工人史大家都会有印象，但是这里我还是稍微的这个再强调一下，就是共产国际一个第三国际，但是它跟之前的第一、第二国际在运作的这个在组织的运作方面完全不同。是那么1919年3月2号列宁这个主导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总体的构想。他这个总体的构想呢，这个简单的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想。第一，他要这个成立一个世界的政党，世界的党，世界的共产党。那么第二呢，他要搞一场世界的革命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第三，他就是革命成功之后，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说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世界苏维埃共和国。那么共产国际当然就是这样的这个他所这个规划中的这个世界共产党。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它不是一个松散的各国共产党的一个联盟组织，它不是，跟第一国际的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它成立以后呢，它派人到各国去建立共产党，但是各国共产党都不是独立的，各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必须加入共产国际，而且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么这样一个支部跟总部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可能在世界政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在1928年的时候，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大概有44个，
到19这个35年的时候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是66个。那这里面呢，这个按照共产国际的这个章程，它的制度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两点，一个呢是高度的集权，第二个呢是铁的纪律，这个很关键，这也是它不同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它的高度集权是什么呢，就是各国共产党的一切行动都必须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这个包括人事的任命、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具体的行动的方略等等，都要由听从莫斯科的指令。而且共产国际的所有的决议呢，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啊，你不能有讨价还价。而且甚至明确规定，哪怕是错误的决议，你也先要执行啊，你先执行再说，哪怕有错误的决定，你也先执行。那么等到执行以后，你有什么你可以来反映。那么而且共产国际呢要求各国共产党啊，这个随时要向共产国际提交工作报告，各国共产党的所有的会议记录都要提交给共产国际，而且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要这个跟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集体的联络啊，你不能这个啊经常是很长时间都不联络，要密切的集体的联络，而且共产国际有权干涉每一个党的所有的事务。共产国际还派遣这个代表这个到各国支部去监督各国的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情况。而且各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你的召开，第一你必须要征得共产国际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开。第二个的话呢，你召开的时间你也不能随便想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开，你要这个要必须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才能开。也就是说你各国党的代表大会实际上你不能自己自我决策，他只是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是说没有自主决策的权利。而在人事方面也是，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党魁原则上都是由共产国际来选定，至少是认定，而且共产国际有权罢免各国共产党的党魁。所以呢，这样说，也就是说我们讲我们在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放在整个的共产国际的这个大的这个制度框架里面来看。也就是说其实各国共产党跟共产国际的关系和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这一个大的制度框架里面这个基本上是相似的，是所以讲这是一个共产国际跟各国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关系。那么这个我们要谈的今天要谈的问题就来了，也就是说那么共产国际是这样的一个权力的组织啊，他当时总部设在莫斯科，大概他的这个他的人员大概有将近上千人的规模。那这个里面来讲，他要呢同时指挥四五十个国家的共产党来搞革命、闹革命，也就是说他在莫斯科发号施令，而且是非常的强制的发号施令。那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讲到的这个信息沟通的问题，信息的联络的问题。在当时我们前面讲，实际上在这个时期，电报早就已经在国际上这个通行了。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电报费啊很贵。这个时期啊，国际的刚才那个王恒健老师也提到啊，这个国际的这个电报公司，丹麦电报公司啊，这个当时控制这个国际的很多电报的联络，莫斯科跟各国跟中共之间的这个联络，实际上来讲我们想象不到，它其实在早期很长时间里面它并没有
常用电报来联络。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电报费用太高了，电报费太贵了。当时莫斯科感慨说，一个字这个要一个卢布啊，说他们电报公司的费用太高了，这个而且说啊，当时的经费，因为他有四五这个国家来共产党来联络问题，是说啊，这个其中暖冬局啊，这个暖冬局一年共产国际给他的经费啊，电报费只能拍15页，就是你只能拍15页的电报。这样的话，因为经费的有限，所以当时啊，共产国际跟各国的这个在20年代基本上都是用书信往来，还不是电报往来。电报往来只是极紧急的情况下面才通电报，所以一般情况下是用这个往来书信。那么书信的速度当然就大大的减缓了。当时从莫斯科到上海，或者从上海到莫斯科，一封信件路上将近要一个月。那么将近一个月，而且信件还有可能丢失。比如说陈独秀啊，在上海啊写个报告寄到莫斯科，那么寄到莫斯科以后，莫斯科还要这个开会研讨，研讨以后做出决议，决议以后再回复啊，下指令给上海，给莫斯科，给陈独秀，这个中间经常应该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里面我们也知道，当时第一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而革命的形势呢又瞬息万变，那么这里相隔两三个月的一个周期，经常比如说上海中央的一个报告打过去，一个警示阿特莫斯科，你要等到回复收到的时候，其实革命的形势早就变了，很不同的马后炮。所以但是呢，莫斯科又强调必须执行，你哪怕是马后炮的指令也要执行，就经常使上海啊这个中央就命了很尴尬的境地，不执行再犯错误，一执行实际上是一些已经过时了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决策，一个指令，但是你也不能不执行。所以在这个时期里面呢，这个通信的技术实际上它没有很好的利用当时的现代的通讯技术来指导各国的革命。但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是实在是各国的国情啊，这个莫斯科共产国际实际上都不大了解，尤其是东方国家的情况，这个那些在共产国际的那些委员里面大部分都是西方人啊，当那些西方人呢，那些包括斯大林自己以及共产国际那些委员，那么以及这个俄共的那些执行委员，他们这个更别说到中国，就是对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了解，那么语言也不通，莫斯科跟上海跟各国之间这个语言的这个电报往来、书信往来都要靠翻译，情况也不了解，当时西方在东方的这个所知有限。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实际上来讲啊，这个莫斯科在指导各国革命的过程之中，这个经常是瞎指挥，一个是对各个国情不了解，第二个的话呢，是因为他要统一行动、统一指令，这个一统一起来啊，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呢，这个时期共产国际跟各国革命之间啊，存在三大矛盾。第一个矛盾呢，是高度的集权、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与各国情况、与各国国情千差万别的一个矛盾。第二个方面呢，是世界革命的目标啊，与各国革命的目标之间的冲突啊，或者是俄国的这个啊绑架共产国际的这样一种利益，与各国的这个啊民族主义之间的这个利益的冲突。第三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通讯技术问题，通讯技术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滞后与瞬息万变的这个革命形势之间的这个不协调，这是这个早期一个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有没有变化啊？有变化，变化到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在中国来讲，到1930年前后啊，这个
这个重庆的联络的这个大为改善。也就是说当时呢这个莫斯科运了一套这个电报的设备到上海，这样的话呢莫斯科与上海之间就可以直接自己发电报，不需要通过商业电报来联络了。那这样当然就非常的方便。所以你看那个时期自己他们能够相互发电报以后啊，那个莫斯科跟上海之间的这个往来就非常的频繁，而且一个报告一个指令都是长达几千字上万字。因为他这个时候可以发电报了，这个完全可以，就是不用考虑经费的问题了。那这样一来以后也有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通讯方便以后呢，莫斯科对共产党对中共的控制也就更加的严密了，事无巨细都要报告，事无巨细都要听他的指令。这个问题也是当然这个后面我们还要讲，也不完全是瞎指挥有些还是指挥还是相当的不错。那么呢这个很快呢这个上海跟中央收据之间也建立了这个电报的联系，这个也运了一台费了这个千辛万苦运来的电报机进到了这个中央收据，这样上海跟中央收据的电报联络也这个大大的加强。当然加强有加强的好处，不加强有不加强的好处。那个大别山他们就感慨说这个原来这个跟中央的联络不畅通的时候天高皇帝远，反而我们还能够结合当地的实情来闹革命。但是跟中央的这个联络畅通以后尤其是上海中央派遣张国焘这一帮这几个这个特派员去了以后有的时候瞎指挥，这中央的瞎指挥反而对各个收据之间这个革命造成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通讯它通很不通也很难说。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长征开始以后莫斯科跟中共的这个电报往来这个就失去联络了。因为是当时的这个国际密码这个丢失了。所以在长征开始以后一直到陕北，大概要到这个中间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年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莫斯科跟中共呢，跟中共中央之间就失去了这个通讯联络。那么失去的通讯联络以后，反而给毛泽东的这个自主的决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这个时期里面恰恰是这个时期里面呢，这个因为莫斯科的这个联络中断了，所以毛泽东才能够这个开始这个崛起这个崛起其实跟这个通讯联络的这个中断有关系。等到恢复这个通讯联络的时候呢，这个莫斯科已经看到了毛泽东掌控了中共的这个最高权力，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在后只好认可这样一个权力。那么呢这个还有一个变化，但还有一个变化呢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政策的调整。政策调整主要是这个斯大林他们呢开始也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各国这个情况不一样，由莫斯科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确实遇到很多的问题，也遇到很多国家共产党的抗议。所以呢莫斯科的政策在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个调整呢是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控制越来越放松。这样一种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的这样一种控制的放松以后，那么也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这个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也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原理与中国的这个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相结合的背后实际上也就是有这个共产国际的自我的这个政策的调整。当然这个时期毛泽东也趁机这个清算教条主义，这个这些都有直接的关系。你后来这个毛泽东这个自己亲自掌控与莫斯科的这个电报的密码，所以在宁安时期这也是这个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招，就是他完全控制了，个人完全控制了
与莫斯科的这个电报的密码。但这个时期呢，这个总理上来讲呢，应该跟原来跟之前的时期里面很大的不一样。在这个大体上来讲呢，在陈独秀时期，其实陈独秀非常的有个性，他实际上来讲，开始的时候他跟莫斯科讨价还价，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莫斯科非常的这个强势，不给他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后来，这个在陈独秀这个下台以后，这个瞿秋白、张闻天、秦邦宪、王明他们这一帮人上台以后，那就对莫斯科完完全全的服服帖帖的，这个听从他的指令。这个指令也跟后来，尤其到30年的这样一个通讯联络改善也有直接的关系。但到后来毛泽东时期，在三个时期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关系的一个调整和改变。这是改变里面呢，跟这个通讯联络的这个有应该说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个时期呢，其实呢，中共自己长征时期中共的电报这个破译的这个技术其实上非常的这个大有改进。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讲长征啊，这个毛泽东的四渡赤水说到愿兵如神。其实这个愿兵如神的背后呢，跟当时中共能够破译国民党的电报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就是当时破译电报的这个能力，当时这个电报人员都是从莫斯科培训回来的，他们的知道他们的技术这个非常的高。一直到抗战时期啊，这个电报的破译的技术来讲的话呢，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如果做比较的话呢，是实际上是国民党的这个能力在上，共产党比国民党要好，日本又比因为日本又比共产党更高，所以到后来国民党的几乎这个在战场指挥的时候不敢用电报，就是他的这个电报的密码太简单，还非常容易被这个日本和共产党破获掉。从而你知道这个。这个联络技术啊，电报技术，这些都跟这个时期革命的这个有非常的紧密的联系。当然我们讲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共产国际跟中共的关系呢，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的成功与失败呢，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这里面呢，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中共革命过程之中，一直从经济上得到莫斯科的非常大的支持。政策上呢，也不能说完全他都是瞎指挥。大的政策上面呢，其实比如说这个35年开始要求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的后来中共的革命的成功也是非常的这个有积极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都我们不能展开，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就报告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技术的失败都对历史呢造成不同层面的一种影响，控制力少的时候呢，反而给更多的这种自主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一点呢，这个非常这个有意思。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三位老师呢，再对这个三位主讲人做一个回应。第一位呢，我们就请复旦大学唐启华老师为我们针对这个我想针对第一个跟第二个好不好，针对毛海健老师，也同时有一部分，因为刚才江沛老师谈好多次谈到您的书里面有详细的这个介绍跟说明，那是不是我们就请唐启华老师，唐老师请打开这个麦克风。那其他两位老师，江沛老师跟毛海健老师，我们在场直播室的观众呢有提出几个问题，也请您先准备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先请唐启华老师做10到15分钟的评论。是主持人，事实上我接到大会组织方的通知，其实我的评论呢语谈主要是要针对江沛教授的。那对于那个毛海健老师跟王岐山老师呢，我只能提一些简单的一些刚刚听了之后的一些感想。那先对这个毛老师，
我觉得海建兄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近代史跟古代史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在信息方面呢，可能是在古代史里面信息是中国本身的信息，中央地方等等的问题。但是呢，在近代史里面呢，外来的信息，尤其是外国的信息呢，影响非常大。这个，而且中国呢，被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一个近代的科技、科学、实证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一个文明之下，而且呢，被西方世界呢记录下来，产生了一些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呢，又回过头来影响到中国。所以近代史的研究里面呢，除了注重到中国本身的信息传递、信息管理之外，非常重要的是外国的信息，它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一直到现在呢，可能都还是不太对称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除了中国本身的档案、史料之外，一定要用到很多外国的材料。这是我觉得刚刚那个毛教授啊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引发我一个很大的感想。比如说我们中国近代史研究里面一直受到西方学界最大的三个主要的材料的来源，一个就是英国的 FO 档案，英国外交部的档案，还有一个就是用英文书写的中国海关的档案，还有很多外国传教士的档案等等。这个可能都可以跟那个海建教授讲到的驿站书信，甚至于近身录呢等等，都必须要来做对照，一起来做研究的。好，那个至于齐森教授呢，我想提一个小小的一个意见或者一个问题。齐森教授认为说，在1919年的时候，3月2号都是被忘记的、被遗忘的一件重要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建立的日子。32跟54都很重要，都101年了。我想提的就是，事实上呢，还有1919年的6月28号，同样呢，国际联盟可以说也在那一天创生了。虽然真正创生呢是在1920年的1月20号对德国的凡尔赛合约呢批准生效那一天，国际联盟算是正式成立。因为这三个呢都很重要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一战的时候呢是针对了原来的帝国主义呢提出了批评的三个主要的力量。一个呢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威尔逊主义，它的成果呢就是国际联盟到现在的联合国。另外一个呢就是俄国革命之后列宁提出的列宁主义，要进行世界革命，它的成果呢可能就是共产国际。另外呢还有就是第三世界，尤其是以中国为主的或者韩国也在内的这种所谓的民主主义的运动。如果这三者呢能够一起来看的话，可能视野呢就会更广阔了。好了，我还要回过头来集中到江沛教授的这一篇。江沛教授这一篇呢，事实上比他原来提供给我们的发言稿呢要丰富很多。我想提的呢，江沛教授提出来的主要就是说，为什么在1919年的时候会兴起五四运动，而不是在1895年或者1901年、1901年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呢，江沛教授提出来的是说，因为传媒技术他呢取得了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展开，才有可能产生五四运动。这一点呢基本上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是非常重要、正确、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观点。那我自己觉得呢，除此之外可能还必须要把整个国际背景呢放进去。我刚刚讲的那几个新的外交的潮流对于帝国主义外交的竞争，另外在山东问题上面，表面上是中国跟日本的竞争，骨子里面可能是美国跟日本之间的竞争。美国在背后呢全力的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我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一直到1918年11月底陆贞祥准备要出发到巴黎之前，北京政府的训令都没有说要提出山东问题。决定要提出山东问题是陆贞祥经过了日本，经过了美国，到了巴黎之后跟美国代表团密切讨论之后才决定提出的。所以美日之间在远东的对抗也是五四运动爆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此外呢，江沛教授也提出来还有中国的派系之间的竞争。
这个徐志昌跟段祺瑞之间的竞争，事实上当时在上海的议和南北议和呢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有关于为什么发生在1919年提出了一些补充。那下面呢江贝教授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影响的技术上的层面的东西，一个就是电报，一个就是报纸。有关于电报呢，我想可以稍微补充一下，王岐珍教授也提出来了，电报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以我看到的档案，中国代表团从巴黎打电报回北京，给北京的外交部，一年半的期间之内呢，大约打了200到300通的电报。当然那个电报呢，有的很短，有的很长。最后呢，在统计巴黎和会的花的钱花费的时候呢，总共提出的电报费呢是差不多4万元。4万元是什么概念呢？当时1919年的时候，胡适在日记里面写他北大教授的薪水呢是120。李大钊在当图书馆五级主任呢也是120。毛主席当时在当书记，蒋梦麟给他批的薪水是一个月17元，可他自己在展北说他一个月拿8块，所以当时花的电报费呢大概在4万左右，很贵的，并不是说谁都打得起的，很花钱。但在使用电报的时候呢，有很多技术层面呢要非常小心。最重要的，我发现使用电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在一战刚结束啊，那个从北京到巴黎之间的电报不那么畅通，不管是南线北线呢都有问题。南线主要是因为海底电报的问题啊，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都有受到破坏。北线呢，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线呢，俄国革命之后影响很大，不断在内战，所以当时通过的可能都是太平洋的水线，要透过美国再转大西洋然后到巴黎，所以这个电报传递的速度呢比较慢。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电报的发电日期啊跟收电日期啊有很大的起伏性。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啊，大约是在一月二月的时候啊，当时电报是比较快的，那个时候呢大概平均呢大概是最快一天两天可以到北京到巴黎，通常呢是3天到5天，慢的呢要6天到7天，最慢的呢大概7天到10天，最慢的时候刚好就是五四运动前后那段期间最慢。可是也很奇怪，有的电报很快，最顺的情况之下呢一天可到，所以这边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譬如说有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很多人都说是因为知道了巴黎和会四人会里面在4月30号决定要把山东德国的权益直接交给日本而不是中国，引发了5月4号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我看到当时的电报呢，4月30号中国代表团知道了四人会的决议，打电报给北京，而北京收到的时间呢是5月7号，5月9号呢才见报。所以北京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不可能知道巴黎和会的决议，所以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在北京的报纸上收到的通常都是4月24号的消息，就是那一天知道意大利要退出和会了，局势对中国相当不利了。所以五四运动的爆发并不是在抗议4月30号四人会的决议把山东权益给日本，抗议的事情呢事实上是对中国不公平，这些学生们希望到东交民向各国公使抗议，然后呢要把所有的责任推在三个卖国贼身上，希望能够做挽回。所以这电报呢传递的时间技术上的问题跟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呢可能还要做更进一步比较细腻的一个这个考证。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邓野教授提出来的那个费电问题。
他说6月28号在签约的时候啊，6月27号北京政府发了一个电报，北京政府知道这个电报在28号到不了，所以最后又说不要签了。可是这个问题呢，北京政府是不是故意在27号发出这个废电？而且这个电报呢确实是一天就到，27号北京发出，我看到巴黎代表团收到的时间28号下午5点一天多一点就到了，可是签约的时间呢是28号下午3点，所以决定不签的是代表团自己，而不是北京这个电报，所以这个电报呢可以说也是废电。但是废电能成立有几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就是北京政府要知道签约时间是6月28号下午3点。我从所有的电报往来里面，中国代表团从巴黎没有告诉北京政府什么时候是签约典礼，所以北京政府只知道快要签约了，北京政府不知道是28号下午3点。所以这个呢，这个电报是不是可以成立为废电呢？这个前提呢还可以更进一步去追。总而言之，用电报呢要小心，中间呢有很多电报的发电时间跟收电时间之间的一些很多很多眉眉角角的问题。最后剩一点时间，我就想来谈谈看报纸的问题。我们在看报纸的时候都知道，每一个报纸后面有派系，派系之间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用心，在怎么样来影响舆论，影响大家的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我看到所有报纸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就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因为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呢，就北京的京报，他在5月4号那一天上午出刊的时候，就预言了今天下午北大的学生要上街头去做抗议，甚至于刊出了《北京学界宣言》。5月4号上午怎么可以把5月4号中午发出的学界宣言刊出来呢？这中间就有很多玄机了。更妙的是，他刊出的北京学界的宣言呢，并不是5月4号当天散发的罗家伦的那一篇，他刊出来的是许德珩的那一篇。所以5月3号晚上呢，这个邵飘萍在北大跟北大学生做了很多的演讲跟讨论，而且呢也拿到了这个许德珩写的那篇稿子。但是后来呢，是那个罗家伦他们从清华回到了北大之后，又有了一些其他的变化。总而言之呢，这个报纸呢也是研究五四的时候一个有趣的一个问题。限于时间呢，我想我就简单的针对刚刚三位主讲人的我听后的一些看法，还有对江沛教授也提出一些语谈。那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等一下我们再请主讲人回应。下面我们就请第二位清华大学的应心应老师，是不是也请应老师对这个三个主讲人都大致做一些回应，好吗？请。